战，为其贤于无阳也，故称龙焉。犹未明其类也，故称邪焉。夫玄黄者，天地之杂也，天玄而地黄。坤化坤下坤上，玄圣讲义。坤卦卦象一统乾，以六爻成象，而爻则易。干位阳爻图，明数之奇。坤位阴爻图，明数之偶。数始于一，成于二。坤爻阴爻图，即二也。二者两一。阴爻图者两，阳爻图，明所出也。坤出于前，而未干之变，故阴爻图生于阳爻图，而未阳爻图之变。以阳爻图变，则成阴爻图也。一变为二，阳爻图变为阴爻图，此其本体之变，非人为也。盖阳爻图者其声音在念易经正式，证明了正解释的是易经正式。阳爻图自成阴爻图，而体变矣。故坤爻阴爻图者，实干爻阳爻图之所变也。何以有变？则有其气之行，而数之极也。干为数始，为气先始必有终，先必有后，而极则必变矣。其变必偶，阳爻图变必阴爻图，此不义之序也。那六三七的三是木字旁的三呢？与天地交往之象，天以一居北，得以二居南，南北相望，非相接也。以其交往而后接耳，故水火不相舍，而不成其用。南北不相连，而不以其方。易经正式可以搜寻网络电视台，搜寻网络电视台，搜寻善书图书馆，搜寻善书图书馆，天地相配，善书图书馆，下承其序，以立之宇宙，而宇之主上下四方者也。盖如未世，有上动，必有下机；有前门，必有后有，否则不成其用也。故乾坤以相对成象，而卦爻以相配成用。数为之也，气为之也，如一日然，日中与夜半，各居其一。而成一日，善书图书馆的搜寻。